买一点桃子给方老师还有妈妈他们吃。这边的空气还可以，但是还有小口。那个是不是已经熟了的水稻？那是没水稻饭了。我不但是那个水稻这么高，不是水稻吧？那你要是你去问一下那个大哥。好，我去问，我去问。哎，大哥，我问一下呀，它下面那个种的那个有点高的这个桑树，高笋。哦，高笋了。哦。哦，懂了懂了，我们吃过高笋，高笋炒肉。好。好。哦，也是这个哟，谢谢。刚刚刘老师问的这个高的这个就是高笋，然后其他的都是水的。对，那还有哪里啊？你说这个？这也是高笋高的。那个矮的就是。旁边矮的就是。你觉得这里风景好好啊？就是。走，我们三个去吃桃吧。可以可以，你看这天空好蓝，哇！再往里喝水吧。要走到山顶上才可以，一直跑到山顶是吧？对，跑到房就可以了呗。山顶吧，我有点拿桃子。要啊！我拿桃子来，我拿没事，我拿。好嘛好嘛，弱鸡，开始。开始了，这就开始了。把包姐我的裙子不管用了。发现一个细节，我刚跑的时候，我怕我的裙子曝光了，所以说我跑得慢，这是我的理由。你们去看一下，不是裙子，是你太胖了。哎，看一下小瓶子。小瓶子加油啊！我现在没缓过气儿来。刘老师体力还可以啊。我没跑吗？在走路。我感觉我长了条牙齿。哎，风景好啊！看日落。不白跑。好风光。刚刚方老师一个人跑在这里来坐，结果这个蚂蚁咬到屁股，看一下好多蚂蚁啊，没发现吗，方老师？哎，我欺负了这么多年蚂蚁，第一次被蚂蚁咬哎。你这小蚂蚁，这是蚂蚁喜欢你亲你呢。这句话叫啥来着？天道好轮回，苍天饶过谁是吧？小陈吃一个，小陈。大不大？小陈，好吃吧？还不错。点头哦。点头，表示好吃。要小一点啊，别咬太辣口。是，懂了。你吃，你的那个表情好可爱的。桃子了，吃桃子了，好。要不要呀，刘老师？哦，不要。自己吃、你看小天，你要出血没有吗？出血了，有一点点，一点点，没关系，一直吃吧。等我们下去买个，下次去买个创可贴嘛。好，我好心疼啊！咋了？他去吓的手了，扎手了，又戳了一个洞，心疼啊！毫无波澜。